我们爱得很不容易。我们是否真的有缘无分？我曾想过放弃，可是我舍不得，也忘不掉。你低估了我在你心里的重要，你也低估了我当时对你的刻骨铭心。我是为你回来的。既然你那么放不下，为什么当年对不起我？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 COO 靳总。在靳总的另一面前，任何人都是可以被舍弃的。原来你到底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？请不要再打扰我了。总有一天你会喜欢上我的。你被这么多人保护的感觉肯定很好。硕硕，总有一天硕硕你会喜欢上我的。离远点，相信我。定安，我们离婚吧。我问了你很多次关于这五年的故事，你为什么从来都没有提起过？为什么？那是因为我等的人是你，袁雷。竟然，我一定会追到你的。这次换我来追你，除非让我晚上能看到彩虹。时间只会往前，不会倒退，过去过去。物是人非，时间是完全会改变一个人的。我想和你在一起。我现在只想努力地去抓住我确定的人。这事背后一定不简单。我不能忍受你再一次在我的生命中消失。